以后不会再见面了吧？小雨，我之前以为你开玩笑呢，没想到你真的有私人飞机。我骗我爸爸说要去法国玩，他才同意把飞机借给我的。不过等飞到3000米的高空后，你俩真的可以回到外星球吗？啊，到了3000米的高处，就能接受到我们星球的能量辐射了。以后我看到天空的星星，可能都会想起你。小雨，我……小姐，我们遭遇了雷雨天气。什么？刚刚还是晴天呢？现在飞行高度是多少？刚刚到2000米的高度。沈天，怎么办？